这一座城市可以把现代建筑和古代的文明那种文化建筑融合为一体。在发展的城市很难得做到。而且我还是希望这座城市可以保留这种情况，有山有水，有美食，有美景，有美女。我觉得这地方什么都有。的接待，一桌每次都是满满堆桌满碗的，作为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温暖的感觉。所以泰国人特别喜欢旅游，我就知道武汉的这一座城市什么都可以看得到，为什么不来呢？好，谢谢谢谢谢